你好，欢迎收看7月27号的管理侠新闻，我是陈慧玲。新北市政府27号是举办了2015新北电影节夏季剪灯记者会，市长朱立伦出席响应节电，号召全市5000家的业者在7月31号晚上7:30到8:30进行关灯一小时。他表示希望从政府及企业开始带动更多的民众从日常生活中来养成节电的习惯。新北市长朱立伦在记者会上表示，新北电影节邀请大家一起来节电，利用夏日的自然光一起来共同剪灯节电，号召5000家的店家、商家与公部门合作，让自然光进到店家或一般住户，可以节省用电量。还有光雕桥晚一个小时亮灯，或走廊廊道剪灯，通过公司部门的合作，让新北市各个角落都能贯彻实施剪灯活动。其实现在的所有的小朋友或年轻的世代啊，都是家里的这个环保的小尖兵啊，大家都会要求一定随手关灯、随手节电。那我们当然这一代也养成了这个好习惯啊，大家唯有随手的这个关灯、随手的节电，或者是能够减少这个使用用电、减少使用用灯，尤其在夏日的时候啊，我觉得绝对可以达到节电的效果。朱立伦表示，夏日时间用电量超标，需要大家共同节电，感谢各企业以具体行动参与关灯活动。他也呼吁大家能多加利用夏日阳光，多费点心，多用点力，做好节电工作。我们新北市推出这个活动，就是希望所有号召所有的商家店家，那现在至少从50000盏灯开始做起，那希望全台大家一起来。科P他们是这个冷气开的比较高一点，那你们是有没有什么？有，大家也有感觉，我们这边冷气也是都一样啊。这个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可以不要开的时候不要开，那开的时候把温度调到一定的状况。那灯也是一样啊，这个就是说，尤其是白天的时候，多利用大自然，多利用日光，绝对可以达到节电的效果。朱立伦表示，新北市许多公共工程都以节能绿建筑为设计的概念，如先前通车的捷运顶埔站，站区设计利用巧思引进阳光，让自然光透入。另外，在夏天日照长，一般店家以及住户也可以多利用阳光来节能。谢宏祥市府长报道。